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对辽宁经济有着突出贡献的鞍钢集团，终是由辽河石化分公司等大企业居然也榜上有名。此举在全省企业中引起强烈震动。那我们把这些重点污染的企业公之于众，就是要为全省的整治工作起到一个示范作用。那么这些重点污染企业的减排工作不能够实现，辽宁的减排工作就是一句空话了。治污工作我们一直在抓。 但是离达标还有些距离，那么这次装卸自己整顿以后，我们痛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治污工作做好。公开通报后，短短三个月里，环保部门就追征罚金300多万元，追缴排污费3600多万元。32家重点污染企业有3家被关停，5家被停产，其他企业也加紧整治。 向鞍钢集团就新增4300万元治污专项经费，并对炼钢高炉实施小区域循环改造，实现一水多次利用。重拳治污不仅振兴了大企业，也让许多看到政府治污决心的中小企业深受触动。在锦州，德阳集团投资3000万元新建的焦化厂，就遇到排污不达标的情况，让负责人十分着急。我都没有想到。 它这个污染程度啊，确实很厉害，对周边的环境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为了尽快达标，老田自掏腰包请来专家诊断，但结论却是，即使再上一套排污设备，效果也不乐观。最终，老田只能决定把刚刚运行3个月的焦化厂拆掉，改建储运中心。现在呢，一些企业就是进行内部生产，也能够主动与我们联系进行环评，以期呢减少污染。 截止目前，辽宁已叫停142个污染项目，关停高耗能重污染企业52家，有关部门还设立2000万元的节能专项资金，用于节能技术推广，奖励环保型企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昨天来到安徽，慰问奋战在抗洪救灾一线的广大居民。 13号上午，温家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亮玉等陪同下，一下飞机就冒雨赶往临泉县迎仙镇。温家宝十分惦念受灾群众的生活状况，他走进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拉住受灾村民的手，详细的询问有关情况。总理还特意问了大家的饮用水的卫生消毒情况。你说发的那个药，搬到井里。 发什么药？我昨天在电视上就看，发药，漂白发什么药？那井里啊，井里，漂白井，起沙井作用，沉淀作用，沉淀作用。哎，过去我们小时候用的明矾，现在叫漂白井。即使这个水啊，恐怕也得检测，另外煮开了。随后，温家宝来到医疗室，医生正在为80多岁的安老太太看病。 暴雨来临时，安老太太家里的人到外面打工去了，是村支书在房屋倒塌之前把她背出来的。在了解了老人获救的惊险过程后，温总理说：“老人家，您现在还怕吗？”“哪呀，我瞧见这，我怎么站着，我这走路上，瞧见天了，我都不害怕了。”“见到我就不怕了。”“我要来了。” 您要不害怕了，我不害怕了，我就安心了。哎，不，我就看了您，我就要走了。我还要看其他的地方。好，您坐，您不骑啊，您不骑。温家宝一再嘱咐当地的负责同志，当前最要紧的是抓好3件事：一是饮水安全，二是防病治病，三是房屋修缮。被水浸泡的房屋必须经过鉴定安全后，才能让群众住进去。 富南县王家坝闸素有淮河防汛风向标之称。7月10号，在淮河防汛处于关键时刻，就是在这里开闸蓄洪的。简单的吃完午饭后，温家宝赶到了王家坝闸，他登上王家坝闸总控室，详细询问了泄洪的有关情况。温家宝说，国家防总果断采取分洪措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我们的人民很好，他们舍小家为大家，舍局部为大局，有秩序地执行了国家防总的命令，为上下游的安全做出了贡献。随后，温家宝看望了蓄洪区内的群众。在王家坝镇的宝庄围，温家宝握着村民孟庆金的手说：“为分洪，你们按要求搬了出来，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党和政府感谢你们。按照分蓄洪的规定，对你们的损失要有补偿。” 这个一定兑现，您放心。我们不仅兑现，而且给你们兑高线，兑高线。
在李颖村刘颖庄台有群众48户，七年前温家宝曾来过这里，在村民郎秀芳的家里，村民们向总理念叨着七年的变化，免交农业税，粮食直补，免除学杂费，村民们日子好过了，抵抗灾害的能力也变强了。温家宝说，关键是这些政策已经制度化，不会再变了。在淮河大堤上，温总理看望了奋战在抗洪一线的安徽省武警总队的官兵，他勉励广大官兵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做出新的贡献。13号晚8时，已经连续工作了10来个小时的温家宝不顾劳顿，主持召开了淮河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座谈会。温家宝指出，目前全国的主汛期刚刚开始，必须做最困难的准备。他强调，要加强领导，科学防洪，依法防洪，调动一切力量，发扬抗洪精神，做好今年防汛抗洪工作。淮河上游和淮南山区昨天再降暴雨，淮河干流水位将再次上涨，国家防总紧急部署迎战淮河第二次洪水。我现在是在淮河上游王家坝闸，目前这里的水位仍在继续回落，但是受到上游大量降雨的影响，预计未来2天这里的水位仍有可能再次逼近甚至超过29.3米的保证水位。根据预报，淮河流域未来几天还有较强降雨过程，由于淮河堤防已经长时间受高水位洪水浸泡，沿线出险频率提高，防守难度进一步加大。这里是淮南市花家湖朱家围大堤，今天这段大堤紧急出现了塌方的险情，可以看到这段长达75米的裂缝将近有1米宽，当地的干部群众和武警官兵接到这一消息，紧急赶到堤上护堤抢险，这段大堤保护着附近10000多亩农田和4000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关部门紧急运送木桩、草垫、麻袋等抢险物资，对塌方地段进行填补。花家湖所在的凤台县是前段时间安徽省降雨最为集中的地区，2天内降雨584毫米。花家湖的水面现已接近坝顶，随时有漫堤破堤的危险。到记者发稿时，险情已基本得到控制。国家防总今天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沿淮各地坚决克服疲劳和麻痹思想，进一步加大巡堤查险力度，提前做好安全转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另据介绍，受局部强暴雨影响，长江中游支流举漳河昨天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贵州、重庆、湖南、湖北等地都遭受洪涝灾害。湖北荆山县昨天陡降暴雨，由于洪水来势凶猛，许多群众被大水围困，当地展开了紧张的救援行动。上午11点左右，湖北荆山县一家钢化玻璃厂的生产车间被大水浸泡，里面的电石和生石灰发生化学反应着火，周边34名群众当即被大火和洪水围困。荆山县委县政府紧急调运消防车冲锋舟，火速抵达现场。经过武警消防官兵3个多小时的奋力营救，下午2点20分，被围困的群众全部安全救出。与此同时，荆山城区63名来不及转移的群众被困在一家市场里，情况万分危急。前去营救的民警试图用绳索结成长队靠近。水太急了，太大了，人站不稳。民警只好将3个轮胎绑在一起顺水而下，随后又调来一艘木船，挨家挨户将他们全部救出。就在大家集中力量解救这些被困群众时，荆山实验小学家属区也被大水淹没，最高水位达到1.6米，100多名教师和家属被困在屋内，群众立即开展自救，很快脱离了危险。目前荆山县大雨已经停息，洪水基本消退，相关部门正在进行灾区清理消毒、河堤排险加固工作。经过20年建设发展，我军陆军航空兵已具备多机型、全天候、大纵深的作战飞行保障能力，成为战备训练、国防科研和执行各种极难险重任务的一支重要空中突击力量。这是济南前线搭桥实力雄厚的浩华公司提出与这家工厂合作建设东北地区最大的化工生产基地。浩华公司注入4000万元对职工进行补偿，解除职工与原厂的劳动关系，重新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完成了企业的重组改制。
根据国家和吉林省的有关政策，企业获得了税费返还3400万元，贷款贴息1400多万元。在多项优惠政策的扶持下，企业走出困境，建成当年就实现了十几年来的首次盈利。我们感知亮点呢，应该体现在我们重点的引进战略投资者，解决了这个企业的债务和人员问题，那么投资者来收购这样来操作经营这个企业，那么就是没有了国有企业那些包袱。从2005年初开始，吉林省开始了全省国有企业的新一轮改革，各个部门合力攻坚，采取多种手段筹措支付改革成本223亿元，全面推行机制转换。目前全省3228家国有企业完成了改制任务，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国有股本由82%下降到36%。但随着改制后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国有资产总量却增加了400多亿元。本台消息，经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今年八一建军节在北京召开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解放军总政治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各级党委、政治机关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认真做好代表遴选推荐工作，确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这次全军英模代表大会是继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1987年全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议之后的又一次群英盛会。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胡锦涛总书记6月25号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被实践证明了的，能够引领当代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学习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受近日降雨影响，淮河干流再次发生超警戒洪水，王家坝水位止落回涨。目前沿淮三省正按照国家防总的紧急部署，加强预报调度，准备迎战可能再次出现的大洪水。受淮河上游新一轮强降水的影响，目前王家坝的水位已经停止回落，现在以每小时2.6厘米的速度上涨，目前已经超过警戒水位，达到了28.31米。面对新一轮即将到来的洪峰，那么目前猛洼蓄洪区仍然有5亿立方米的蓄洪空间。为减轻下游河道防洪压力，今天上午10:40，河南老王坡蓄滞洪区再次启用，安徽的猛洼江塘湖行蓄洪区也已做好再次启用的准备。淮河沿线各处堤坝经过洪水长时间的浸泡，更容易发生险情。今天下午，淮河中游淮南洛河湾行洪大堤发生溃堤。这里是安徽省淮南市洛河湾大堤，今天下午这里突然出现了管涌险情，当地的武警官兵干部群众紧急上堤救险，但就在武警官兵赶往现场的途中，大堤已经溃破，现在淮河干流的水正滚滚地涌向行洪区，洛河湾行洪区被动行洪。记者在现场看到，堤坝被洪水撕开了50米左右的大口子，守堤人员已及时撤离。洛河湾位于淮南市东部，是已做好行洪准备的行洪区之一。早在7月10号下午，这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离，所以此次破堤威胁不到居民的安全。在淮河下游，江苏局部地区的大到暴雨对洪泽湖的汛情没有造成明显影响。连日来四条行洪通道的全力泄洪，到今天已经使洪泽湖的出湖总流量比入湖总流量最多的时候高出了接近2000个流量。洪泽湖的水位回落在今天也首次超过了10厘米，而且还在缓慢回落，并没有出现新一轮的涨水，但是防汛却丝毫没有放松。在每个村呢，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个牌子，巡堤查险都已经落实到了人头。